第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阿巴父神，希利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他是准备了救恩的。第二位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他是为了我们世间常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的，是成就了这个救恩。第三位是圣灵，我们的帮助者，是 guide us， 指导我们，引导我们施行，即是 testify 那个 salvation， 彰显神的大能。